家菜园子没有时间打理，人这个萝卜长得挺好，萝卜这今年种的不知道能不能接上，在这个垃圾桶里种的，这红薯，这个是西洋菜，西洋菜前段时间旱死了，那韭菜，这个豆角你看爬上藤了，见阳光多的它就长得越多一点。但是也会生虫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没时间整理它，也有点旱，没浇水啊。那豆角，你看豆角长得挺好。苦瓜，这种大白菜，我觉得这种大白菜，你看现在它开始也太密了，也要分科，分科太密了。还有这个苦瓜，这边是地上的萝卜。这个萝卜也是非常密，要剪一剪，要修一修。看这边的小青菜还是什么的，这个丝瓜，丝瓜结了，丝瓜这个有点不怎么长，这丝瓜，你看这丝瓜，这丝瓜结了之后不怎么长，我在哪？这个丝瓜怎么不怎么长？看一下这边，砍瓜和葫芦，你看，砍瓜和葫芦，那砍瓜现在开始结了一个，开始结果了。这边是鸡啊，鸡和鸭急得要死，想出来了，想着急出来了。其实不想让它们出来。要不要出来呢？出来玩一会儿，要不要？